그만해리가되냐아홍보가되냐아方才我叫陈光华，今年55岁，已经退休了。有空的时候我天天顶班开汽车。那么在案发当天，你是不是也在顶班开汽车？是。有一天我刚吃了父母饭，我就天顶班去了。这一班是证人所属的汽车公司当时记录，上面详细的列明了证人的交接班时间以及他的车辆登记号。现在请证人确认一下，这位陈先生是不是当天接待你的汽车？